险！你嘴暗者咧，那是什么物件？妖都，这个最风毒大，感情口大，也使讲嘴暗。只要我带上风毒大，烈魂未止，含带的毒菌就不能入侵了。你竟然有这款口大的物件，同我对付我？一物还一物，有法便有破。妖都，你死日到了！啊！起来！这个所在用风毒打来破解掉伊魂脉子，吴天林为心不寒的青椒，想不到可怜的魂脉子竟然简简单单一个敲打，蒙地脆皮又不能伤害，真是四足天林一妖之王，波波败阵。又个开杀了，会是为何的战绩？那是妖道你心存邪念，欲感应狐狸，这次报应，世家当然呢。准备叫请土行孙夫妇吧。起来，土行孙，起来吧。哎呦呀！啊，梦诶梦诶，妙诶妙啊！哎呦，我头壳晕晕啊！嘿，当下是为何事兄？嗯，若毋是我教伊，可能你性命无，你诶妻子都要被侮辱。现在，我甲你救精神。你家己负责救恁某精神，哎，啊恁那只孤老，连阮某煞救一个也要紧。土行孙，特别救恁某精神，必须要拍通行情之血，所以这个代志你家己做吧。啊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魏叔叔呀，歹势，你怎样叫我魏叔呢？来，啊，老车讲来讲，甲你改名呢。讲为何歹救，讲改为师的安尼较好救啦。不管安怎样吼，嘛欠你这条人情啦。阿伯啊吼，我会报答你啦。何须此言啊？现在我将妖刀尸首带回，向神像报告。哈，哦，你讲个妖刀啊，让你做掉呀？是啊，吼吼，你好棒好棒啊！我汤永生甲你看手牙关甲摔来，我规个人狂伊呢。啊，你是安怎甲破解？简单，这个物件。你等下挂看卖咧，你就知啦。我离开咯，请。嗯？啊，这介绍因咧讲的讲牛嘴咯嘛，讲我做嘴暗口罩。诶、欸，啊这一般啦，咧做较营业工课的人都拢有咧挂这個，啊这挂来阁有成和平怪客。啊，哦这只简单的物件用布啊对嘴甲鼻甲往咧安尼就解决啦。啊，要死哦！啊，人讲有法变有破啦，哈、啊，唉，咱都唔知啊，紧甲某叫精神啦。我一个牵手万岁哦，起来哦，起来哦。来啊你！什么来啊呢？差一注啊吼！你们某都跟人讲价啦，好加财，吼吼！迄周围的朋友一挂某拢跟人讲价，看甲会惊啦，哈、啊！好加财，我呢吼一时啊，若无看到你，就感觉心足足哩。啊，你甲讲要出来采药草，原本我想讲朋友招要泡茶，要甲伊坐落来，尾我想讲唔通咧。啊，一分一秒我嘛袂使无你，无看到你，你敢知影我心情会足艰苦？所以吼、哦，对你后壁出来好加财，要救有着啦。经过情形就是安尼啦。
原来要得暗中献丑，莫怪方才我感觉一阵乌面，规个心头开做一个扎起来，做呢不省人事，我也太大意了。我无发觉着啦，发觉着，这个要得绝对难得。但迄个要得已经去为何做掉呀？吼，牵手的我唔敢，我笑笑笑。来，咱回来去吧。多谢夫龙。讲迄什么三八话呢？我无求你，什么人要求你呢？清清细细，恩恩爱爱，天下间最恩爱嘛，敢来咱这对的。牵手的，我唱一条歌给你听。什么歌呢？我决定爱你一万年。行啦。